表不重要了，就是因为确我，定？对，因为我觉得，不管好看不好看啊，看3个月都习惯了，就行自然了，就是我看你就是跟别人看你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对，因为你可就以看习到惯他卸了，妆的样子。对，好看的也不一定，说不定回家就对变难啊，就看卸了，完妆之后，哎，你是谁？哪位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内心比较重要吧。我比较喜欢善解人意的，然后孝顺的，性格比较重要。有什么特别的点吗？因为你发现好多艺人啊，什么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啊，孝顺的，然后善解人意的，就这两点，那你想听到什么呀？就是特别的，对对方一个特别要求吧。手好看，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因为我手不好看，你所以手不我。好看吗？就是我自己觉得不好看，那你他们脚都怎么说样？我好看，我脚还行，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手短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上手镜，还短其实啊？上镜还好，他们还有说我什么手控之类的。我说真的，我要是有整容，要是有能整手的话，我就去整手了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整体啊，我就不满意我的手。我看一下你的手。然后我很喜欢好看人的手。这样，那是指甲，还好啊，我觉得。